准备送我什么生日礼物呢？去年我生日你都没来，你都是第二天还第三天你才来的。你老婆十了还十五欧盟，这么巧，你老婆孩子都是摩羯座，天哪，那你是什么星座？那你也是摩羯座，谢谢叶辰炸团，谢谢 IC。腊月初七，腊月好像二十几。今年就是说简简单单的过一个生日。谢谢八方来财扎团，谢谢四八九。邮政送官，自己不在家没法去拿。过上什么愿望？天天开心，但是你要抱着，就是抱着都已经那个什么了，过时了。你要是要的话，那就你来抽一个。谢谢明月，或者等你升十七级的时候，我送你一个。你是不是七级应该快了吧？天涯哥马上都十七级了。天涯哥说我生日的时候就可以升十七级了，不是一比一大小，就跟我脑袋一样大的。我还没有，我还有几天才过生日呢。期看了夜，冬天陪你等春天。用心点，什么用心点？给邮政，不管他是坏的啊，不知道卡，反正他们有人还拿我的抱枕当屁垫儿。
20多块钱，谢谢灯牌。只有一张比基尼卡，只有一张，是去年我们去广州玩的时候的卡，背面是这样子，然后这两张是钻石卡，一张是我之前黄头发骑马的，然后一张是这个，可能不太能看，这有点挡住。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张卡，包括十二张卡，十张小卡，一张这个签名拍立得，一张这个，一共十二张。这是我的证件卡。抱枕找不到了，抱枕可能没有了吧。谢谢灯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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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到什么小卡吗？小卡橱窗里有卖的，然后我想等生日的时候可以抽一波。谢谢冰美式。去年一年好像抽了好多次奖呢，之前什么过节的什么时候也都抽了，什么中秋节啥的还抽过奖。谢谢灯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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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你先抽奖了。欧某，谢谢一某。谢谢一某送我泡温泉。等年抽什么抱枕，啥意思？后年。
谢谢扎团。9点也可以。在乎，就感觉我们都迷。谢谢灯牌儿 ，PK 等反转。不要等，这样如果没有反转的话，就会伤心的，就会失望的。谢谢棒棒糖，谢谢关注，谢谢加团，谢谢 LZY。谢谢一梦送我亲亲，谢谢一梦。那个113是啥意思呀？哦 ，so this， 原来如此。我还想为什么不是2024？谢谢关注。
哇哦，谢谢一毛。谢谢一毛冠名了雪国列青。欢迎我大孙儿，今天又，那你可是今天就跟之前的光是一样的呀，我真的不理解。谢谢哈尼，谢谢哈尼冠名了大啤酒。我今天差点就是要把那个光弄成昨天那样了。真是的，你们我知道的就是喜新厌旧呗。谢谢哈尼的啤酒。谢谢哈尼。谢谢哈尼的好多聊一下。谢谢哈尼送我的笔芯。那霞那霞，谢谢 emo， 谢谢哈尼，谢谢汉墨，谢谢阿墨阿汉，这是汉字吧。穿正法吧，要不我们看看穿搭。好，你们看穿搭。嗯，找个音乐。啊，今天穿的长裙。哇，好美。哇哇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穿搭。哦，好看，好看，真好。有请下一位。我也是穿搭吗？要不诗源说一个。四件套回吧。四件套。嗯，那那你说出樱桃的两个缺点。两个缺点。恋爱脑。恋爱脑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太专一。恋爱脑不行，太放水了，说就是实在点的缺点。实在的缺点啊，放屁很臭，太高冷。高冷。嗯，他在外面太高冷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恋爱脑。我也是那样。是他两个缺点。他都走了，本恋爱脑先走了。拜拜。走了，拜拜。专一都变成缺点了。时间过很慢。谢谢李阳的灯牌。64人。怎么能那么好吗？就是我去公司旁边卷的。Hello， 张张，你再拉一个吧。行。去公司旁边那个卷的。哪里？理发店。我就十一发型。天九结束了，那拉天九吗？天九吧。哦，好。他刚结束会接吗？对手邀请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接。不知道他会不会接我的。他刚打完应该不会接吧。
他拒绝了。那让张张拉吧。行。尴尬。刚刚打完不接的。现在。我们会有色黑色的多好呀。Hello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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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lo。为什么有点像混血？他是非洲宝宝。什么玩意儿？要不就一样打三四吗？还是组队？要不一二三四吧。嗯，好。组队怕拉。那过程晚吗？过程走拉拉票。行。闭麦了啊！我接着开盲盒是吧？嗯，你这盲盒吧，看票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多好多。闭麦喽。你这种就该死啊，舔狗！什么？你说你是舔狗吗？我不相信。你舔谁了？初中同学，初中的时候舔的吗？是谁的信仰？谢谢早睡点赞。好卑微，真的假的？有多卑微？每天给他买早餐吗？小心翼翼的，那证明你真的很喜欢啊。如果一个人他不男朋友去了就都得好扎心。每天早上买一份辣的一份不辣的，不辣的给他，辣的给他男朋友。我们又没有李花筒过家城呀、啊。好惨呀！那你就说你那会儿有没有给她男朋友买早饭？可是我觉得那都是段子吧，现实生活中我真的没有见到过什么，就是什么她男朋友给她男朋友多带一份那种，没有男朋友。好好好，舔狗最后的倔强。谢谢没有壳，现实比段子更魔幻。今天这身穿搭，你说是作品吗？
火了。嗯，安全嘛，对吧？开麦。掉外面。发啥呀？我开个麦啊。Hello Hello Hello， 那我发育带个特效吧。啊，那我呢？真正会啥才艺不？我会变魔术。那你变个魔术，你不会变着你突然一下退出去了吧？啊，不会不会，那没什么水平。你给谁给他放大一下？啊。十点二，我到了。就这样一张纸，然后把它撕两半，然后这样放到我的手心里。这个魔术我看过。一口气再放到这边，没了。哇哦哇哦哇哦！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！哇哦，好厉害好厉害！哇，好厉害！好厉害好厉害！怎么现在放大放这么大？去哪儿了？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谢谢，谢谢你。好，那走丢了。沉淀一下。嗯。好，好，拜拜拜。好，拜拜拜。太尴尬了。我最
嗯，是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黑鱼子，黑子，你说卡是黑鱼子吗？我没用过黑鱼子，我只用过白金，白金还有那个粉色瓶子的，淡粉色瓶子的。发膜，对，圣草泉。我之前那个发膜用的是在迅猛龙直播间买的一个叫什么八秒发膜。精油我只用过那个黄瓶和紫瓶的，因为我看测评他们都说你用圣草泉吗？对对对，我是在小某书买的，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有没有卖。这个，然后我舍友也说好用，还送了我舍友一瓶，谢谢夸奖。什么好用？洗发水，圣草堂能不能给我打点？豆豆就是不熬夜，不吃油腻和甜的东西。嗯，我是安妮哈萨哟。嗯，你回家了？耶本。哎，你最近实习还实吗？还是就彻底不去了？就不去了，这压榨我还去干嘛？那你还要跟你老师说吗？说了才不去的呀。哎，算了，我们先连个私人的吧。我想问问你别的事儿了，要不然咱俩这么干唠也没意思。行，那你们一人拉一个吧。行。
拉一个我，拉一个拉个谁？那我想想，拉个这个吧，这个有点不太认识。犹太人。哎，他拒绝了，拒绝了。我想给你拉拉一个那个主播，他管他榜一大哥叫老公。哦。哎呀，这天使，我想让你带你看看，你认不认识他？见不着，见过。哎，他接了。Hello 呀，Hello，拜拜。